不带眩晕吗？叫进化，好吧，玩的有点伤了我。你也在连跪是吧？我连跪，你也连跪，大家都在连跪，那分儿去哪了呢？啊，峡谷里面的这么多分，去哪了呢？啊，分都去哪了呢？你告诉我。麻了，告诉我这个游戏谁到底在赢啊？是我马哥一直在赢了。你可真爱我呀，我的宝。墨子没有出辅助装，那这把该赢了吧？这把我是不是应该成为峡谷赢的那一波人了？啊，兄弟们，该轮到我了吧？这不该轮到我了吧，老哥？我都这么仔细的补兵了，我平常都不这样补的，我停顿了一下，等塔打了一手再点的补兵键，好吧，我为了赢我都开始变戏了，兄弟们。是的，是的，帮帮这可怜的射手，兄弟们。难道要好起来了？啊！终于要结束我十一连跪的征程了吗，兄弟们？这一把眼看着就是要赢那个局面的。啊，这个辅助玩的不错。好吧，你看到他们这个转线，那嘎嘎往上路转的。这辅助向我奔赴，爱了爱了。我的宝，爱了爱了，要好起来了。嘎嘎点塔，小兵由他来清，挂真伤。真会玩夹哥，夹哥夹哥，夹哥夹哥，永远的神夹哥。六六六六啊，我的队友，吃！别等我，吃吃。
老哥玩得好呀，看着我两个队友进去没死，我死了。他一手断大送了一个，我接了个四箭啊，没事，倒的人是我就好。我渐渐的发现了，我就适合那种祭天流打法，好吧，玩啥上去送，只要我倒下，我的队友都很强。我就像个饵一样上去骗技能就好了，我已经看明白了，兄弟们。不可以，我的队友倒了，兄弟们。你在耗，上路有碗面，我决定直接魔女都亡了，电刀一出直接魔女，谁都拦不住我，兄弟们啊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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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好兄弟。这个腰包要不我吃啊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让他们守吧，是吧，让司马懿吃，我拿个红。哎呀，好的好的，我打了就行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一开始的策略也是这样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一倒每一波都是一换四，我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成为那个一，好吧，击痛我，打死我，打死我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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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接不了你了，人飘来飘去的。哎，你这一下损失两名大将，守一下下路塔，
大哥，讲道理，我是做了魔抗的，不合适吧？这个伤害。上线我拿个 buff， 别打起来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让我先去冲，我先去卖，我先去吸收伤害，拜托了。来对点，错了错了错了，不点了不点了。牛啊，司马懿，司马懿是真的会玩的，好吧？这一把他的节奏非常的完美。我的血很残，我有点小慌。完美的击飞，我接了个一技能。这个廉颇也玩的是相当好啊，兄弟们！他是发起进攻，上去直接给了两刀，一手顶，直接两刀全切走了。嗯，玩的好，我的宝！下路下路下路，怎么说呢？希望你能活下去。别吧，别吧，拉过来给了你一炮啊！快走，快走！等我去卖，等我去卖。牛啊！那个人在送吗？来了来了，我来我来，兄弟们，你们稍微让一看，让一步让一步，交给我了，我上去卖，我来。急了呀！你说我为什么要省这个技能呢？你说啊？我上去直接点进化不就完了吗？给他花里胡哨的。我没赢过，拜托了，点塔，点塔！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